检查随机配件，主机一台，治疗手柄一个，配料包一个。下面打开配料包，脚踏开关，眼镜、眼罩。下水漏斗、胶圈、电源线、开机钥匙。首先拿出治疗手柄，就咱们卖的那个朋友，现在没问题了，经过后边这几个月里改进，基本上出去出了有40台，几乎就成为拿出开机钥匙，工作波长选择。温度、水流、计数、总计数、能量调节、频率调节、参数设置、温度上限调节、最低流速报警调节、总计数清零、保存、返回。下面点击工作。